五百块，什么吃黄鱼？五百块，三个人可以五百块。想坐要买三百个手啦，今年三百块，你要三位三百啦，三只三百块有没有？三位够三百有无？三只够也三百块，三只三百块，黄鱼，黄鱼三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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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百三百三百。你五百个肯定有。哇，这边话这三只五百。哎，金毛龙，金毛龙，今年我等你。都订进两千，我搁卖了，卖了要休困。飞机啊，这包现在400块啦，要吃五斤重，这包五斤吃无飞机啦，退钱，规包拢好去，一斤我来800啊啦，规包拢好去，现在400块，400，要买一罐200啊，就飞机完。哇，我膨胀，膨胀500，阿咪，500，牛肉要500，来，恭喜。800，300，500块，牛柳够什么价哩？还是两个人去200块，你要卖？黑胡椒牛柳200块，黑胡椒牛柳200块先卖。黑，哎，过几天200什么价？最后一个200块，最后春节200，最后春节200，来盘贵。拢起来，要不拢来，要不拢起来，拢起。我原来起边，这原来100块不来，我先个包一条啊，来。阿爸王，阿爸王，佮讲完啦，食卷啥物食？食卷过一卷，爱食啥个啦？我问者啦，200块啦，食卷200块，来，过来要食食卷个，袂来200了，200块，过来要食个200块，食卷200，食卷200块，来放过来，无人来，你若卖啰嗦吼，你今日我看过一届，你若无人来，我就甲放走啊，来。来，翻过来。这只无啊，这只一百块，你来看看你赢。要不先去加一个，加个来一个，其他的200包已经。哎，金毛螺，我袂食金毛螺，好无？金毛螺，计拢无袂食了。金毛螺，什么食金毛螺？金毛螺等于做干蛋的啦，啊，煮落好食啦，糖醋红烧正料啦，啊，一只鲈鱼上来啦，上尾一尾，上尾两尾啦。上尾三尾号来啦，这三尾号你台湾，凶，即马金毛都贵，一斤我饲了800块。来，上尾三尾，上尾三尾，上尾三尾啦，一斤800啦。100块啦，一包一包多100啦。来，上尾四尾啦，上尾四只，上尾四只，500了啦。这尾过来，500。这五只500，啥物只？好少两个人去，600，哎，6500块啦。金毛螺放袂落啊，500块，6500，600，500。有人买啊？你买来抽奖来。你无底买也真正啦。金毛螺这水料你不要吃无啊啦。食着一尾无死，一尾臭肚拢起来，行袂紧。包退包返的啦。搁剩500，有无？有人买无？16，难道会是18吗？不是，肯定不是。不要吃，他们喜欢那味。贵真喜欢，冲心，做外面来个螃蟹汤面，要不甜不甜啊？甜了，这两百这，一袋这200，啊这啊下加这2袋200。你两袋200，这400，200，600，拢要500。200全部给你。我两份，你要两份，两块，要两块吗？
这个200，这最大一大块的一块200啊，这小块这两块200。啊，你要两块的。所以你要是两，你要200就好了。好，他要200就好了。鳟鱼真的好吃，鳟鱼那个清蒸，做的那个清蒸，你会觉得清蒸太淡，用酱油清蒸，哦，真的好吃。我自己一个人就干掉一尾了，好不好？我计无看咧，无看我计卖掉了，撩钱的物件啦，我买片啦，真正撩钱的物件啦，过来哦，给你片捞出来，捞出来，捞三公，我先卖300块。快点，无就扛起来啦！用物件，这条啊，骨头你家己来钓，钓我会钓麻是。过两下啦吼，三百，谢谢，紧来，来羊肉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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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羊虾什么虾？虾来买300块，300块虾要买300，先买。哎，这个，哎，300来，虾来。哎，虾个什么虾？你边啦，300块，下次还有谁要吃的？300块，虾个来么吃无？海虾，1680哦，一片啊，来300块，300，你来300，吃海虾来300块，300，虾个什么虾？300块，300，你虾300块，虾300，虾300，你上来想虾不虾？虾300，虾300，虾300，虾300。谢谢啦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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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别这样聊钱，你贵啊，我一平。哎，我三百，先不交300块，300嘞，300，我先不交300块，黑啊，黑过来不交，300块，哎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黑过先不交，黑啊，300，我下次300块过来不交，黑啊，300，黑过来300，你睇下睇下几页，睇下几页，这300先，300，来掏钱，掏钱，黑过先不交300块，300，我过来问借300，我先买300块，下次300，黑过来300，黑过来300，一股300两股，哎。过来买个虚的，两个现在黑个300块，先不接300块，黑个300块，300，海螺300我包了，我现在这是300块，300，我现在。这我包拢可以啊，我包小姐，见你买个亏哦，哎呦，不行，哎，陈玉长。夹到啊！再想输掉，你看我，看我啊！看我啊！那个剩啊！你先卖啦！你老爸无聊，你当无人机创啊！你先卖，我爸，一个人给侬我去400，卖我亏啊，卖我亏啊！哎，那紧嘞，有人要吃完嘞无？要吃完嘞，去贡丸先来，贡丸100来，难卖无？贡丸嘞，你们要吃贡丸的，100几包。一百你最听讲这鱼啊买，规地拢千八，这人咧做自助餐的，加便当的，做餐套的，你注意听我讲哦。我三手做一届啦，这我保证你无底位啦，规台湾全省我咧找找。嘿，什么鱼啊？嘿哦，嘿哦，鱿鱼。鱿鱼哦。嘿啦，人你人也人个啊，市面所拉去的啦。嘿啊，我讲，你注意听我讲啦，这你家己啊，食一地，食两地袂老啦。哦，你啊一届来食三地五地安尼就对啊，食一大堆就对啦，一定老的。哦，减肥的啊，减肥的啦，我袂骗啊。你自助餐食济，食米索啊，人你洗米索去餐厅食迄个做蒸鱼有无？食煎你搞捞鱼，无捞鱼，啥捞？因为你食无济，食无济，你听有无？你一届食啊两家，贪心食伤济，就会减肥啦。
就会使用，你听好无？所以你唔免食伤多。啊，我即摆嘛卖叫恁买伤多，哦，叫恁买一束啊，叫恁买一束啊。哎，你注意听我讲啊。干咱这自助餐要食就对啊，你坐门口买这自助餐要食300块，你食得落啊？哎。恁注意听我讲哦，听你话，算看卖头前夹几个，咱分几个啦。头上坐几个啦？头前夹几个？15个左右啦。算坐人真算坐啦。袂使互伊走去哦，互伊走去就乌用去啊。二十要来，不二十个来。袂使走哦，你走了我减一个哦。你安尼走一个，那别人就赚一个啦，我袂卖。鱼仔买就对啦，鱼仔买转去你搞煎煎咧做啊，煮煮的做汤做做红烧拢好吃啦。无啦，我这行卖了花了，我无啦，无人来我就死啊！紧点啦，哎，那涂骹捡一捡一捡一捡，贵个贵个啦。十二个啊，十二啊，十三啊。十四啊，十五啦，十六啊，哎，还有一千块嘛？买个你加斤肥啊，斤斤来问，加斤来问，你加斤肥啊？贵个啊？那贵个了？贵个啊？这三个差不多多少钱？二十个哦。